你也不是等一下要爬上去，好，他在上面去。在后面啊，在后面这里啊，拍船在后面，在上面那里。对啊。对。那它下面是什么？它上面是货柜，下面那是什么？是吗？下面也是堆货柜啊。你今嘛在上八股地牌嘞？啊？没有啦，前进啦。前进了，你看那个以前是一个人在那边吗？工作人员在前面。对啊，这是后面吧？这是他睡的地方，住的地方吧？住的地方在。对啊，住的地方啊。对啊。住的地方。那里又一个在排队嘞，等他进。这是香港的船哦。就是帮，就是他会去轻轻的扣住他这样。对啊，是啊。在航道这样就对了。对啊。他为什么要靠他那么近呢、啊？他要让他转向啊，他要把他拖着，他用铁缆拖着。技术都很厉害。那一辆也很大哦，那个。另外一台出来接他。